你下回要拉上这路。重工，打烂这个外孙，新把的孙子。中国浪枪兵下之后，你看我们让我们做啥呀？一会儿干疯了。你看你看，我们哪有气色？他的同志这儿运气的快，他把那个精力都是集中的，这个来的快。他这自由，他怕怕他的劲儿就短了。下回又拉上俱乐部，谢谢你的调好好的。要啥去？不是啥要，是不不去。哦，好。就是砸你来了，狗子，三个哈狗都砸你来了。不要叫他拿来等会儿。他们下沟有上几个卖的白小白？这不卖的。哦。出来上这窝来，不卖。都不卖啊？啊。都回去来着。哦，我有卖的，他还能就不带个去不得。不卖。这你别弄，我说的不咋。哦。嗨。没有，卖的。今天几个月份起了呗？起了，今天还是不少。哦。